要毕业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老师，你知道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男生和女生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要让我遇见你。好，我要毕业。毕业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老师，如果爱你是一种错误的，那我宁愿爱错再错。老师，我爱你，我要毕业证书。我也要。毕业快乐。我想你，我想着你的证书。我会怀念阿娥，希望以后回来看到他，看得整个高。我讨厌数学。毕业有什么话要讲吗？老师，你知道世界上剩45分钟可以上谁的课吗？谁的课？你的生物课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有度日如年的感觉。老师，这番我们班的这三点走到最后的尽头，但是你也点燃我心中的出口。啊？要毕业了？嗯。老师，希望我回来看的时候，你可以变高又变瘦，然后我要毕业证书。我只要毕业证书就好。来，节目下去，学校出马站，快点！我站起来吗？要蹲的，慢慢的走下去。我看第二个是谁？我们要毕业证书。没事，再练拳头。